대단히 바하 아이디어 모입니다. 저 신분다 단에 보호지 예수다. 이신자 디소루 후는 맘된자 아트동자지 뭐 헌지아 포함된자 에프탕은 맘된자 고이지소 아우스나 애니보 대나노 대암된자 아우스임된자 유바스 해암된자 아우스 승업에나 대여와 거기에 너 빈동시엔 정부 뭐 대부분의 신자 저 사회 취예 너 인자 배수호 에시안 보험공신 다단에 보 해암된자 희아이신자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集体投保维新保险 암드 연다다네보 대부대신자 이거로호 암된자 도시네모 암된자 아드도마지 에아드디스코바 全家都靠他一个人在赚钱，然后他现在突然这样子走了，然后我跟小孩怎么办呢？因为从来没俺们店子，就昨天起俺们店子比东一那现在就背书很起，阿卡米亚三店子呀，姑姑说，因为从来没他那部，没得三店子那那姑姑说那米奥是那很易，明日的现在中低收入阶级做买单，很简单，什么都没着，没得要是三店子阿都懂着，因为平东县政府，然后一些当地的现在就列车的登记的现在低收入户，或者那现在中低收入户。 我是他们店长，一千万现在没。我在他们店长，多年他们店长，阿都他们说那阿三三那那黑他们店长，现在谁个做的呢？不，因为屏东县政府，对不？和他现在就国家的这他们店长，那红阿现在人寿保险公司，不会和现在就低收入户，和那现在中低收入户集体投保维新保险。 而且是州他们店长的台湾的别的多年他们店长，以及芒果县南部建造红果，第一名的现在各县市政府和他们店长都哈发一现在维新保险的现在代理投保单位。是以公益服务业哈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理念，所以呢，当政府在推动这个维新保险的时候啊，南山第一个就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爱跟关怀呢，能够传达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马家乡严家中心现在单位部，因为屏东阿志村他们店长的服务现在低收或者中低收入，要上单子，爱慕上单子满意。红基米的现在马家乡快点的部，我们2047户寂寞，伊米的单位部现在么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我们的单子242户，伊米的现在比例我们的百分之11.8。 而且在县市的单位部，特别来讲，3倍多了，3.5%的也满意。啊，特别是我们那些单位在里面的身心障碍者。这个案组，他自己本身就没有什么功能哈，就是连看文字也不太知道或不了解。那还好我们有一个村长或林长都会帮忙。那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到各个原家中心来求助。一些需要建造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 现在集体投保维新保险，因为嘛就集体是医保，那不，我们买到现在意外身故保险金，或者意外残废保险金，也嘛特别是别别的现在保险支付的单位，得买到买那么多人，我如梦，也嘛特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户单位不，红旗他们等着，F东的嘛他们等着，贵家我是那，南们等着别了，都是你单的。 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又帮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保费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宣传哈，鼓励民众来提出申请，那究竟跟我们的工作来申请。现在在屏东县政府，现在保费那一部，马昌等着咪的么，现在那这一边在做人寿慈善基金会，而这是北树乡等着都是你，那现在受补助建造纳保。 那对象单位部，对啊，现在就只担心着屏东县，而乡下单位部年龄的，伊咪单位部，如果三亚这单位部，甚至如果三亚，是当地单位现在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单位部，伊都代表阿只次，那对每日上单位部多给单位，对木上单位部，某些单位部，就只属于现在乡镇施工时候，我是你多给，阿爸也不会真的便宜。